各位，我自己亲爱的家人，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是今天晚上的最后一款产品。这款产品无敌了，大家绝对不要错过机会。它就是正宗海南哈尔滨红肠，来三二一，上架！家人们啊，这款产品今天厂家只给咱们准备了1100单，并且只给咱们1分钟的时间抢购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红露，告诉我一下，现在还剩多少单？ 还剩1100单，好，剩的已经不多了，家人们啊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，错过这村可就没有这店了。还剩最后的30秒，红露再告诉我一遍，还剩多少单？还剩1100单。咱们这个直播间的网络稍微有点卡顿啊，家人们啊，机会不只是留给有准备的人，更是留给准备好的人。接下来还有最后的10秒钟，红露最后再告诉我一遍，还剩多少单？1100单。去。 你干啥呀，老板？能砸给我关了呢呀？你这多影响我成交量啊！没准最后5秒钟我秒空了呢。你要点脸吧？播多长时间了？拢共卖出去2单，那2单还是我下的。哎，老板，你下单了，但没付款，我这块显示还是1100单。闭嘴！不嫌丢人吗？一点不丢人，为什么呢？老板，因为我直播间本来就没人。 许军聪，你但凡有咱们公司另外一个主播天赋那样的勤奋努力、好学上进，你早成功了。是个啥呀他？老板，好听。我和他学你。天福啊，直播播的怎么样？别提了，今天起的晚了，没播上。我刚夸完你，你们要是这样对我无情，我只能对你们无义了。我宣布。 公司现在业绩不好，我必须留一个开除一个。老板，假如说公司现在到了这么一个生死攸关的时刻，我觉得应该把我留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从小到大，我待过的任何一个团体，我都是留在最后的那一个。具体说一说。遥想当年，那是我小学2年级升3年级的时候，全班所有同学都升上了3年级，只有我坚定了留在了2年级。再就是我初二。行行行行了，行了。 你那个呀，不叫留下，叫留级。老板，我能作证，大葱比我大10岁，但我们做了6年的同学。好同窗，抱一下。咱俩多少年了？还记着我们的母校？刘红露，别念出你母校的名字，给你的母校留最后的一丝尊严。老板，公司都到了这么困难的时候了，我真是没想到，大葱想到的还是他自己。我想好了。 如果咱们公司只能留下一个人的话，我让大葱留下。天福，以前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小人，但是此时此刻，我为我曾经的这个想法而感到羞耻。好兄弟，一辈子。天福啊，那往后啥打算呢？大葱留在这儿。 咱们两个再开一个公司，我保证把这公司弄火。朱天福，你还叫个人吗你啊？是我这配合你吗？这不是符合你的一贯作风。大家都走你留下。你符合啥？你的直播间有人。没人也比你强啊。那嘴皮子能？哎呦我天哪！那扒了板子，彪了兵了，笨了北了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彪了。谁卖的货多，我留谁。老板，我多句嘴，我身为大葱的助手，那如果大葱走了，我可否留下？你俩一起走，明白。 他没明白事儿啊，咱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，知道吗？咱俩啊，就按照咱们之前商量的那个，给他们俩播一场，吓他们一下。放心吧，松哥，咱俩都排练多少遍了，这来吧。接下来我跟红露要给大家带来一场剧本直播，这个剧本，哼，教科书级别的剧本。我只希望你们俩一会儿在观摩我们直播的全程，不要轻易鼓掌，不然容易打乱我们两个人的节奏。就是我们两个，快点开始。 剧本来，把这给我调出来。哎，熟是他们，跪了跪了跪了，准备好了是吧？哈，没问题。来，3、2、1，走！我最最亲爱的家人们，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一款产品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款产品。它是什么呢？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假貂短貂。这件貂啊，畅销海内外40多个国家，在赤道几内亚尤为受欢迎。那么今天。 它飘洋过海，从大洋彼岸来到了聪哥的直播间。这款貂啊，全球统一零售价28800。那么今天在聪哥的直播间，我就把价格给你们打下来。我就是要为家人们谋福利。下边有家人们留言了，说是怎么能把价格打回来？聪哥已经找到了
生产这个貂的厂家的源头。今天我把厂长请到了聪哥的直播间，来，咱们家人们把666都给我抠起来，用咱们最火热的牌面隆重欢迎刘总闪亮登场。军总，你好，你好，刘总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刘总，你是从哪儿赶过来的？我是从咱们那个貂厂总部法国巴黎过来的，完成了14+7+7的隔离，就是为了今天的这场直播。家人们，心多诚啊，多折腾啊，这一路啊。那咱们闲言少叙，刘总啊，今天你当着聪哥直播间这么多人，我就想问你一句，这个价格优惠力度到底多大？是这样的，咱们正常啊，全球零售价是28,800，但今天呢，在这个大聪的直播间，那我就对不起其他国家的消费者了，我说个数，28,500。我俩玩呢，便宜300块钱，我屋里边这么多人看着。不是，那你说个数，500，多少钱？五百一件，500两件，再送仨王八。3、2、1，站住！你疯了？不，你跟人说话呢你？不是，你得按本来呀、啊。咱俩这不说好了吗？一上来以前一点一点往下讲，你上来就500，我咋接呀、啊？不是临场发挥不会吗？不会。不是你，不是你跟谁俩呢？哎，你跟谁俩呢？哎，行吧。哎，看着啊，直播啊，我今天就把价给你们打下来，我都打他。咱俩同学一场，你给我扯这事儿是不是、啊？怎么的？怎么的？给我今天我就削你，行不行？哎，家人们，今天看啊，我直播，我都把他给控制了。哎，我都把价给。哎呀，我天！你干啥？啥玩意儿啊？干啥呢？我还以为你俩就照着剧本演呢，怎么真打起来了？一点面子不给我。我告诉你啊，老板啊，我打小我都看得不顺眼。咱们公司啊，有我没他。你不用嘚瑟，兴许你俩一块走。天福，你团队还缺人吗？欢迎你的加入，我的朋友。哎呦我的妈呀，狼狈为奸，横行气啊！老板，请看这儿。我所掌握的是目前咱们直播最先进的科技手段。有了这项科技手段，我保证什么东西我都能给你卖出去。整，没问题。那个助手，准备一下，把电脑给我搬起来。老板，你这说的也不结实。一会儿我让你放哪个，你放哪个名字？不用主，放心吧，相信啊，没问题。助手，睡着了？快快快快快快快！来来来，站这。3、2、1，开始啊！3、2、1，开始。Hello， 直播间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呢就是在埃及的金字塔。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产品就是这块石头，请看。哎。聪明的朋友们已经问我了啊，说你这块石头怎么会悬浮在空中？我告诉你们，这块可不是一般的石头，这是我刚刚从埃及金字塔塔尖上抠下来的一块千年魔法石。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神奇之处。看到了吗？拿这块石头泡水喝，包治百病，一块仅需5万块钱，非常的经济实惠啊！所以大家准备好自己的手速，3、2、1，上车！好，已经有朋友秒走了，不过没有抢到的朋友们不要着急，我马上就去埃及的金字塔尖给你们再抠一块，我先把这块石头给发走啊，走！那个。看到了吧？那儿，哎，你别动啊！关了，关了，我不管。你，哎呦，干啥呢？可不咋的，干啥呢？我要不装卡，我真是演不下去了。不是，你就整这点，你这整不明白吗？你看你这鼠标，我不问他自己都。来，你能赖上我吗？小胖子，你也消消气，配合的够好。我也看出来了。他俩直播不成功，罪魁祸首就是你。走人，走人，走人，走人！不是，啥玩意儿呢？你被开除了。不是，我开除了。快走！臭鱼搅一锅腥，啥也不是。别后悔，没意思，哎，给我开除了，哎呀妈，滑天下之大稽。哎呦我的妈！快来就，哎，坏！哎，这人啊，没事啊。嗯，哎呦，不用管他，刚才呢都是我不对啊，但是聪哥我俩也没有怪罪，对，我们呢会好好的体会。哎，接下来我们要别整这468句了。这样啊，新年新气象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俩就作为一个组合，给我虎虎生威的把咱们直播间里的这些假冒伪劣全卖出去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整。老板，帮我把那个立起来，来。
这么的啊，福子，一会儿我点开直播之后，你上来就给我一电炮子。好，那那个聪哥，你既然给我一脚，但我大小脸、啊、你往这边踢。那行，我左边腿，我从下往上踢，准一点，好吧啊，来，准备好啊，好好真实点啊，来，三二一，打，哎，打，打你，哎，那直播间咋封了呢？啊，这么快，直播间里的粉丝就封了吗？直播间给封禁了，封不了了。哎呀，这咋回事啊？被谁举报了？郭警官，就他们沆瀣一气，虚假直播。我们公司涉嫌进行直播带货、虚假宣传、误导消费等违法行为。红露是我们安插在你们公司的线人，目的就是要掌握你们的犯罪证据。现在你们几个跟我回去接受调查。那个，这小胖子是线人，干啥呀？那个红露老弟，别整那事儿，刚才都是我不对，我也有所得罪。大家废话，赶紧走。他问题最多。老同学，我的好同窗，给我个机会，我想做好人。跟警察说，看他让不让你做好人。警察大哥，我想做好人。别废话，赶紧走。哎，那个哥，那个别，你别给我靠靠了，是吧？那玩意儿凉了。